鹿港鎮長吳靜安率領公所團隊加一個鹿港鎮民代表會去到日本的東野縣上川村訪問六天，而且鎮長又特別前往拜會這個當地政令五的高農，希望可以學習到上川發展觀光的經驗，來擴大鹿港地區的農業觀光版圖。鹿港鎮長吳靜安来到日本上川村拜访的第一站，就是来拜会上川村公所。互相往来哦，那个村长经常带他们的官员到我们鹿港，那我也经常带我们台湾的朋友到我们上川村来。另外来到另一个果园，另一个树顶，一粒搁一粒大粒又搁饱满的另一个，皆是累累。正因为日本即将温带气候，上介适合另一个成长。吴靜安嘛特别带领团队来办看卖、食看卖，上川村特别用咱鹿港来号名栽种的另一个。长野县上川村，咱已经甲上川村已经有四年的即个城市交流我嘛已经有去四遍吼。那每一遍去到遐，他们村里所的所有的这个一级主管吼，总非常的热情。那即个遐较特别，就是讲，因松山村是好山好水吼，那因另外嘛种真济，即回特别留两丛属鹿港镇公所专用的这个苹果树，互咱这个公所的团队甲咱代表会副主席率领代表去遐现卖现食，吼，真正有够甜的。这座为期六天的城市交流，吴靜安率领三十多名公所团队和代表前往日本参观各大公共观光建设，作为未来发展鹿港观光的照镜。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